哎，咱老家嘞，老家给这做了，饸饹面，饸饹面，烩面，鱼张硕，一看到鱼，一看到鱼都看到家了，一看到鱼都亲啊！南方的天气看见没有，晴空万里，看那边，乌云密布，乌云密布。你好，没听啊，来看一下。这都是家乡的菜吧？包包扁担，还有酒年，我看见了。估计说这一盘酒年，这是真正大盘酒年。这个菜做的整体做的都不错。我听见老乡回来了，是河南老乡，俩嘴都说了，打了个蛋，谁说的打了个蛋？一听都是老家人是吧？吃个草，吃个草，吃个草。这是草吗？嗯。这是经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能尝尝他的胡辣汤吗？给我们要一份，小份啊，小份，小份，小份，要份胡辣汤。然后你吃啥没？我想研究原菜单，其实我都吃到老饱老饱。这是啥呀？捞面条啊。你点了一碗没？咱们就点一碗，然后分着吃吧。那这个分不了。每人拿个小碗不行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可以。烩面我们来一份，我们尝一尝。把这两个先给我们上来，我们先尝一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其他的我们就面等，就是等一下再要。等一下，咱先尝尝这个瓜汤，然后再尝尝烩面。来到遥远的南方城市，深圳，大深圳，遇见郑州，遇见洛阳，平顶山，遇见平顶山。小二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做黄金吧，咱们不是不是，我们这儿饸饹面、烩面有胡辣汤，要了，我们尝一下，尝一下咱家乡的汤，行啊，这是家乡的味儿，好，家乡的味儿，东阳红、平顶山，家乡饸饹面，吃饸饹面配东阳红，这有点太，这有点不对啊，这多尴尬呀，我都准备解药味，胡辣汤上来了，来尝尝尝尝尝胡辣汤吧，花生、木耳、牛肉、面筋，这里边有牛肉，有家乡的红牛。夏天的红牛发过来了吗？对，麻辣味儿不？我跟你说，老家做这个老式的吧，都带花生米，还有传统的椒盐味儿。后来还在，他说辣味儿胡椒的辣味儿，胡椒重。胡椒味儿吧？啊，胡椒味儿重，应该是黑胡椒吧？家乡味儿慢慢，这味道可以，有咱老家那个味儿。有。等会儿我厂带的有料，叫咱的这个行政总处。咱技术中间，你可以好好试试。走，哎，还走的直不累。我这是千转万转，我都离不开面。嘿，都喜欢吃咱河南的烩面。站起来弄。那我看了啊，是河南的面。那是一条面。哎、不是，这河南的面代表着我跟你说河南人。嗯。哎，也能一条心。椒盐汤吗？这一份椒盐汤，我得挖点肉。然后，哎，香菜，这才是，哎，烩面灵魂啊，灵魂。这个粉条也是从老家过来的吧？好的，这个粉条不错。哎，枸杞，老家的粉条，我来尝尝。哇，老铁们，我不恭维啊，这个汤熬的非常香。人都说一到外地，找不着咱家乡那个味儿了，就是说在外面喝的胡辣汤。吃了这个烩面，找不着这个味儿。来咱这个豫章说，咱这个淄博烩面比给老家做的一点都不差。你以前人家应该都是做餐饮的啊，在深圳十几年了，在深圳都十几年啊，一直都做餐饮嘛。对，那是2006年2010年过来的。以前做我做的饸饹面，他在天津基本上。这烩面做的，对的。对的，这个经典，这个在当地买的，还是都在老家发过来的。我那边有吧？现在都有，过去。我说基本上都在河南有，其他地方没有。这真走出那个味儿了。要碰见经常常年在外的吃个热饭，吃点啥？那真是吃了三天了，还没吃到面呢。二哥是无面不欢，对对对，这是证明一切。招牌饸饹面，哇哇哇哇！我都得用正宗不正宗啊？咱这个老乡都是平顶山人。哎，来深圳做的就是饸饹面，就是个我冒昧的问，不会是我们来方言肉？正常是这样，正常就这样。正常，那个十八在深圳方言肉咱没啥说，因为在老家现在12，你像深圳这寸土寸金，把房东那房东3万多是吧？搁咱家快招40多家店，啊，确实不低了，一年42万。所以说我们河南人有魄力吧？七万多，40多万，开着河南的面馆，这个是羊油辣椒，羊油辣椒。另外，吃饸饹面，羊油辣椒是灵魂，还得撇上辣椒。喜欢
这个饸饹面都知道，因为这个辣椒它是灵魂，咸而不辣，辣而不燥，还不辣口。一块面，一块肉啊，用一句话形容吧，一筷子到河南，第二筷子到平原，第三筷子就到家宴了，要是家大一点就到中州了。老铁们，来这吃饭很河南，很河南，对吧？一句话，我们河南人，哎，就是懂，人懂，美食更懂。那咱河南老铁都不用说了，咱深圳的当地的老铁，不妨啊，来咱这个玉庄后，你来品尝品尝。如果你喜欢河南美食，让你来到这里，所以说啊，就是像到了河南一样，跟河南，河南的一个字儿懂。这是那个花掌料啊。花掌料，咱这个是金汤味儿，你可以先它打一下尝尝试试。这个味儿感觉有那种，感觉小时候那种啥味儿啊？嗯，这都啥？这是小药嘞，小药是吧？金汤，小药金汤味儿。小药味儿，这个很有感觉了，很有感觉。这个你老好事儿。那这可不够，那咱很近。不够的烩面好吃啊！咱家里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都。咱小药这里是吧？哎，对，都咱自己的产品。好，谢。咱老家。老乡一家亲。对，河南一家亲。好。走，不，下次约啊。好。